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孟若雨。听说你最近身体状况好像不是很好，怎么啦？就是住院快两个礼拜，一开始是一直发烧啦，有吃退烧药，但是就是药效过了又发烧，嗯，然后我就受不了，然后我就去大医院挂急诊。是，然后医生就说是肾脏发炎，肾脏发炎有很多原因，但他就说就精神压力太大，可能就是熬夜、吃饭不正常。因为医生说要休养，所以我可能就是去直播，就有点像一期直播那种，就是单纯聊天，然后也没有播色情，什么都没有。对，那因为毕竟 AV 跟直播的形式毕竟是很不一样的嘛。对，那所以我想问说，那这样会不会让你觉得就心理压力会很大？这样其实还好，因为我以前最早之前我会开脸书直播跟人家聊天，所以我觉得还蛮习惯的。哦，你需要穿的很性感之类的吗？哦，他说不用，就是一点点就好，不用太露。所以这样可以让你比较自在做自己。可以啊，